现在我们要教光的三原色，意思就是由于人的眼睛的构造，道尔会解释，只要有三种颜色的光，红、蓝、绿 ，RGB Red Green Blue 啊，就可以组合出所有你看得到的颜色。所以我们就把 RGB 叫做光的三原色，红、绿、蓝、绿，就叫做光的三原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人的眼睛的视网膜上有两种细胞，一种叫做杆状细胞，比较像棍子的，它呢可以在很微弱的光线下就能够分辨出物体，可是它看不到颜色，所以在那电影院乌漆抹黑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人的样子，可是没有颜色，那是因为你的杆状细胞在作用，它微弱光就会有反应。另外一种叫做锥状细胞，它要比较强的光才会有反应，但是它可以分辨出颜色，而它有三种，就去分辨出，主要是看到的就是红色、绿色跟蓝色，它可以有视觉，精致的、细致的视觉，由我这个锥状细胞来负责。好，这是照片，就欣赏一下就好了，这也不重要啊，就看一看哦，有这么玩意儿 ，OK。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锥状细胞它的感受。啊，这边有三个主要的波段，大约就是红色、绿色跟蓝色。红色在蓝色尾巴还有一个波段，它就是光照进来，然后它就会有感觉、有反应，然后把讯号送到大脑，你就看到颜色了，看到颜色了。啊，就是三个，所以就是这三个。当所有的光都混进来的时候，它那就变成什么颜色？白色，就是所有的光混合就是白色，白色。那像这样，那你看到红光加绿光变成什么光？黄色光。为什么会变成？为什么红光加绿光会变成黄色光？因为你看到啊，你有两个方法可以看到黄色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黄色光照进来，啊，你有黄色光照进来，黄色光照进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红细胞跟绿细胞有差不多的反应嘛。那这个差不多反应就送到大脑，大脑就说你看到就是黄色，所以有另外一个方法，你看到黄色光，就是给一个红光，给一个绿光，一样，两个有一样的反应，送到大脑，大脑就说你看到什么颜色？黄色，因为讯号一样嘛，看到黄就黄色，所以你就有一个是黄色光进你眼睛，你看到黄色；一个是红光跟绿光同时进你眼睛，你看到还是黄色。所以我才跟你讲说，哦，原来这靠这三个颜色就可以组合出各种的颜色。好，稍微看一下，知道一下光的三原色的混合的情况，就像这样子 ，OK。那三原色的应用，所有会发光的，然后是彩色的，比如说彩色电视机，它就是用这个原理，就是有，实际上就是三个，红色、绿色跟蓝色。然后呢，爬下去排不同的组合，还有排不同的组合，你看到很多的颜色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年那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给那个发明蓝光 LED 的人，因为他发明了蓝光 LED 之后，我们才有办法用 LED 组合出白色的光，我们才有比较多的可能的应用。要不然已经少一个，就我们就凑不出来，配不出来。所以这是他为什么他会得奖。OK， 来。问问题，这下面有五个球，问你它什么颜色？啊，从左边念到右边，从左边念到右边，我开红灯，这两个是红色，我开绿灯，这两个是绿色，我开蓝灯，这两个是蓝色，其他啥都是黑色 ，OK， 好，开红灯。开绿灯，开蓝灯 ，OK。好，那请问你从左边念到右边，它是什么颜色？它什么颜色？它应该是啥颜色 ？OK。来，34号，34号不在。啊？颜色。
思考中。来，换一位女生好了。女生叫做你站着，十三号，你的答案，白、红、绿、蓝还是什么？蓝，然后最后一个黑，请说，请说，开灯，没错 ，OK， 就这样。因为我是红球，所以开红灯就是红色。白色可以反射任何颜色，所以还是红色。因为我是开绿灯，绿色球是绿色，白色球还是什么绿色，黑色球永远都是黑色，就这样子。这里还有个问题，就是我前面没有，就是有所谓的彩度，美术课就叫彩度跟明度的问题。比如说这个绿没有那么多，颜色会不一样。我说红色加，我们说红色加绿色会变成蓝色，对不对？或黄色，对不对？这是黄色。可是如果颜色没那么多，颜色会不一样。这就有所谓的，就是美术老师说的所谓的明度啊，什么什么的那些问题。我们没有这个问题。我们考试的时候的考卷都是100%的红，100%的蓝，100%的绿，没有那些问题，就让他来回答他。OK， 100%的反射，100%的吸收，好，就这样来解决。这就是我们有关更会介绍光的三原色部分。OK。